依自己的理智拥有全能型的才华，再难的舞蹈黄猫猫仍可以完美的唱跳。而近日在日本的巡回演唱会上，李智再度 cover Hotter Than Hell。突然的下腰，在躺地上还可以稳定的输出声音，那瞬间真的让人再次神魂颠倒，爱上了黄猫猫。这辈子真的要看到一次ITZY的现场，否则可能真的会抱憾终身吧。